草屯丁粪扫场目前堆积超过80,000吨粪扫，咱都县政府配合 OK。交翠潭林江湖工程的进行，同时刷除粪扫，目前启动将粪扫包起来的作业，将粪扫汰选分作两类，若是顺利完成，粪扫外运量将会当减少一半。因为外县市会当协助处理粪扫的数量也是无够，草屯镇内已经堆积到80,000多吨的粪扫，但台湾政府目前展开着作业，将粪扫包做着一捆一捆，会分作两部分。甲无完全分类好的厨余、卫生纸只有臭味的粪扫，送到外县市收以外，塑胶类的粪扫，则是会使作为着未来绿能中心的动力来源。国人的习惯很喜欢用塑胶袋，我觉得塑胶袋会有很大的一块。那塑胶袋的部分，因为它热值高，很适合做燃料，所以我们把塑胶袋另外打包分选出来，就可以作为未来我们绿能中心的燃料，也可以媒合目前有需要的业者可以去做燃料的使用。那一颗的燃脂啊，比煤炭还高，热值比煤炭还高。因为我们现在热一颗打下来，塑胶含量大概96%以上，然后可以煤那个发那个热值大概5000多卡。草屯镇公所嘛，真感谢着县政府的用心，来引进全世界上新的机器，处理着这堆甲咱清算的粪扫，希望讲会使伫交翠潭金刚湖完成进程，把所有粪扫拢记录。他们已经现成的垃圾，每天的垃圾都几乎可以马上处理掉哈。现在可以说是非常优质哈，而且我们的这个资源回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哈。我们有60%以上的资源回收哈，所以说我们绝对有信心可以做到最好。政府环保局表示，透过着这项的作业，粪扫外运的数量会当减少着一半，计划明年底进行全部来清除，而且嘛打算买一台南投县家己的设备，日后可以使方便着各乡镇来使用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